你们看这把匕首像不像阿昭你的虎啸？这把匕首就是凶器吗？尺寸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是凶手为什么要嫁祸郡王？也睡不着，郡王这时孤枕难眠，想找人侍寝了。去凌霜阁，来人把郡王的东西都搬过来，他在凌霜阁住下。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你昨晚答应我，但是咱们得约法三章，以后只准我调戏你，不准你调戏我。没问题，只准你调戏我，不准我调戏你。郡王和将军啊，好事到了。什么？将军在上，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。